大家好啊，我是聪嫂。人气糖水宝聪嫂早前全线结业，令到一众 fans 非常之失望。最近他哋在将军澳重开一间素食餐厅，我哋即刻去试下究竟佢有咩好吃咯。大家好啊，我是聪嫂。我本身是食素的，想下怎样去开一间比较方便多些人未食素的，希望能够带动多些年轻人去吃素，逐步逐步这样大家都认识食素的好处，所以就开了这间素食茶餐厅。我们一般素食的质感，它通常都是用鹰嘴豆和那些菇类啦、黄豆将它混合了然后制成的，口感和真的肉呢是差不多。青咖喱的煲啦，个味道都适合比较初初食素的人那个口味。咖喱嗰个汁咧，里边嗰个料咧就有香茅啦、青柠叶啦、纯素嘅咖喱酱啦，就将个高汤煮咗个咖喱，然后再加啲椰汁。聪嫂元素都开了成个几两个月，都好多谢呢度啲街坊，个个都好好啦，俾好多意见我哋都会改进，希望大家支持素食。